两年推出全新专辑回归，日前登上刘在熙的网络节目只是借口，期间几人聊到了休假时的日常。阿佑坦言自己休假时习惯坐在餐桌旁边，甚至可以坐上6到7小时。接着他透露自己经常坐在餐桌旁滑手机或是抬头看天空，到了吃饭时间用餐结束后把盘子留在桌上不移动到沙发上，反而是半躺在椅子上放空，就这样一直坐到晚上，于是又在同个位置吃晚餐。此外阿佑也透露自己在片场也是这样，笑称他很擅长一直坐在同一个地方，通常待机时演员们或工作人员会去洗手间或是待机室，但他则会待在同一个地方直到开始拍摄下一个场景，让工作人员惊讶直呼他的习惯真的很奇怪。刘在熙听闻此事后表示，还以为阿佑休假时会抱着吉他弹奏，让阿佑笑称除非是要创作，否则自己不会那样呢。